大家好，我是杜少，这次要分享万代推出的青眼白龙。这次青眼白龙来自于游戏王动画中海马赖人所持有的卡牌。万代除了数码宝贝外，也将荷包升到了游戏王，下一台没意外应该就是黑暗大法师。由于原套件分色还不错，这次制作采用全宿主，宿主完毕后最后喷上珍珠亮光漆，让整只青眼白龙呈现出珍珠光泽。以下就送上简单的图文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以上就是这次的简单制作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接下来就送上几张棚拍照片和大家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